广告。广告。腾讯视频里 QQ.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使用客户端播放不稳定，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我要反馈暂停。下一集 0.1 点直播，一点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 480p 标清 270p 倍速 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广告。红魔子中力挺穆帅，赛前飞机拉横幅炮轰球队管理层 50%75%100%ADP00278MX8ND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框高 848x480 音量 50% 视频协议 HTTPSCDNAPD69C75E37E39971E7B A2CLRFV,SMTCDNS,COM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真属错误码,版本号 3.4.37,2018 年8月28日10:05:04,播放流水 ,12839574,98287,89,80FF,13993686A86CF70201。本地日志点击下载，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红魔死中力挺穆帅，赛前飞机拉横幅炮轰球队管理层，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rrpushvp00278mx8nd imjhttpnews gtimg.com newsapp ls05111010787647640 date 视频红魔死中力挺穆帅，赛前飞机拉横幅炮轰球队管理层，时长约一分一秒。腾讯体育9月2日讯伯恩利与曼联的比赛前，摩尔球场飞过一条飞机横幅，埃德伍德沃德失败专家，曼联高层遭球迷嘲讽。在比赛开始前，飞机飞过摩尔球场上空，拉过横幅 Edward Ward Specialist in Failure。 这台横幅来自曼联一个重要的球迷组织，上轮比赛曼联0-3输给热刺后，就有老特拉福德西看台的球迷在输球后向曼联球员和穆里尼奥送上掌声，同时高歌爱曼联恨格雷泽。曼联 CEO 埃德伍德沃德被中国球迷们称为是三代子。入主曼联后，伍德沃德凭借无与伦比的商业经营能力，让曼联的赞助收入水涨船高。但是在莫耶斯、范加尔和穆里尼奥时期，伍德沃德在转会引援、竞技管理和配合主帅方面却惹下众多争议。今夏英超列强都在扩军，但伍德沃德和格雷泽家族对穆里尼奥支持有限。根据转会市场评估，曼联买人花费的资金甚至不如利物浦的一半，转会净投资甚至不如阿森纳。两项数据都只在英超排名第七。英国媒体解读指出，这样的横幅证明至少目前曼联球迷对成绩的不满集中在老板和 CEO 身上，而不是穆里尼奥身上。只是正如邮报所说，曼联不可能换掉格雷泽或是伍德沃德，所以这不意味着穆里尼奥的形势会有什么改观。冷血。